闽南茶蛋山下北两度中，对清朝时的研究讲系天然秘藏。不过对蔡天人来讲，乡下唔但只系生产粮食的蔬菜，还个系建设文化的地方，未系讲每年一定占地位环境。就算在台湾的沙飞假期当中，农业一次就无本人看作系最主要的业务。我开张有几下百年的两度中，还系有几群人讲种老师，用尊重土地的价值来成长，来教育下一代。准备打油的用到幼稚园的小朋友，会先同番薯的种子包起来。你话英国英国古那都大，古都都抢桶的弄哎，牛牛啊耶，也两边抢桶哎，牛牛啊耶，牛哎，有看到一层的吗？有，安尼包一多层嘞。一片桐树包番薯的，一片唐先生讲故事。用到幼稚园的神农教育，用妈妈发讲上一代人的农村生活。番薯，番薯，包秀，包秀，杨又雄，杨又雄，食多平安又健康，食多平安又健康。好，你看哦，也系米最先生出边安补哦，外蒙几下位哦。唱的各位哦，唔叻奶台，唔叻饮酒爱来烧火，烧到奶风来呀。同本蒙世界唱的歌谣记下来，在同一改编组现场教小朋友唱的歌位，一条大摇的歌，唱出体田球的行番薯的气味。故事都讲的番薯一定香，小朋友一定吃一袋，同用子包好的番薯的硬叶也会掉杯，一时时的亲身体验，为众多的声音的累积土地的知识。茶当山下两度庄，在清朝时期有米仓的后面上。一个主要靠农神发的庄头，有个一代又一代的良渡人。体育教的爱小农会，家中标下树行的石头，准备接新人的标壳。今年为74庄喜镇，一屋四代人都是良渡的社会学生的。每一尊是接送的庄孙，含起毕业收一下十家的福气，一种是福庄，又是千年客人的关系，体良渡庄哪路看得到？哎，太熟了！哎，一年生都开始最多近五年生了。哎，还有张俊阳的学长了哈，也是他的阿公，啊，徐梦怡，还有一辈阿爸、阿公、阿太，还过好。哎，归路卡路巷，张俊阳坐在阿公的后头摆巷，两只阿公变咸咸。体向树墙下跪起也接路，采顿一顶树上的房，看顿田四季变化风景。对街道海达体农村的人来讲，也是五十四前秋游的福气。阿公在外呢，来上课还要跪起，爱看到街道的橄榄的屯布的屯都市茶街道，因为都市爱土树，爱看到街道物嘅，冇看到一些植物。农业手提文献接送的路况，农业马祖的养成一个家庭的家出，提供了你的下主条。罗志云、罗志怡两姊妹，古阿提田都田树摘来这位。罗木的两姊妹，慢慢开始就按感恩去田做农事，古提米白路通，学得了按样来做田事，天天马了解到，也会看伊的家有一千苦味。这个红色的可以采，像这种绿色的就不能采，还有裂掉的不能采。为什么不能采？因为像这种坏掉的就直接放在地上，不能出货。心里就不甘愿，然后一直在想，同学他们都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田里帮忙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就是比较甘愿，就因为可以知道爸爸妈妈辛苦，然后就可以帮他们。那你觉得爸爸妈妈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？
就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只来一次，可是他们却有时候必须要天天来，然后顶着大太阳。生意的是阿爸买心头肉，不论乡村也是都市，如何安尼？对罗文人来讲，从生意的单一偏度，还要用实际路通来了解，赚钱唔蛮简单。也同陆卡有钱也无钱无关系，也对土地方带出来的教养，嘛帮伊陆卡人钱都还过减。之前可能没有夏天的时候，可能就看到什么，可能会就会想买。可现在的话，可能会就会看到喜欢先看价钱，如果自己可以买的话，然后就买；如果不行的话，就等下一次如果存够钱再去买。这份农事就是我们家的收入，变得也是经济方面，也就是我们全家都应该一起付出啦。我觉得应该让他们觉得他们也要一起为这个家付出，这样子。我觉得孩子应该就是要让他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。对啊，以后把他丢到外面去，就比较不怕他在外面吃苦了。提田种下工业地，意思农业高成法，也种高农工业地成法方式，同人同人之间的相处变得更有温度。在教人的百年老师的下，在学生的教导听落的上述中，一种对土地方来的学习，看到无同样的农村价值。